啊，南们，北方的朋友们请回避一下，我给南方的朋友们普及一下。听说你们南方烧麦是糯米馅的，在我们北方烧麦是纯肉馅的，今天做个烧麦行吗？切肉。这个肉跟我们蒙古包子一样馅，切成小肉丁。鲜肉就是没有冻肉好切呀。再切成丁。好嘞，终于切完了。切点葱。这烧麦里边其实是放这个白葱的，好长时间没去积累了，绿的白的一起放吧。切的碎点。好嘞，再来点姜片，姜末，姜末少来点就行。开始调馅，少来点凉水，拌一拌。再来点家乡的细粒盐，差不多了，就这种粘稠就对了。这烧麦皮可是咱们大城市拿来的，呼和浩特拿过来的。开包吧，少来点馅儿。这个馅儿绝对好吃。哎，马头王哥。哎，马头虎哥，你看这是做烧麦的啊？怎么会包的吗？给我学的吗？那屋里有奶茶呢。行，你别空，没事。我也帮你们吧。行，那我去洗漱。好嘞，开蒸吧，蒸烧麦。苏荷，快把那盖子打开。哎，盖盖吧，苏荷。这个开了以后，8分钟就熟了，好家伙！等一，啊，咱们羊肉大葱馅的烧麦熟了。茶是真的好喝呀，配上烧麦啊，香味出来了啊。放奶茶，提前熬好的奶茶全放进去吧。哎，咱们会喝了。奶豆腐来点儿，再来点奶皮子。哎呀，奶皮子再放点。好嘞，再多搁点儿。苏荷爱吃是吧？好。
好了，来，我这是。着急了，着急喝呢。就是哦，给你多来点干肉。行行行，给。苏荷的碗，你看苏荷的碗多大？这给他装满了，这一锅也没了，估计。苏荷这小子能吃，给苏荷。我也来一碗。这肉都给苏荷盛上了，你们。你俩多吃点吧。嗯，开吃吧。怎么了？来电话了？嗯，啊，不是电话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，我把旧的一卖，新手机没花几个钱。那你买去哪儿？最近好多网红都在转转回收旧手机，我也跟风试了一下，没想到一台用了3年的老 8P 还能卖1000多呢，而且也很方便，就跟点外卖一样，下个单就有人来收，价格也很公道。如果你家里也有不用的手机、电脑，也赶紧拿去上面换钱吧。行，我回去试试。行行，赶紧吃吧。我给你夹一个。早晨吃得好，一天都有劲儿。尝一尝咋样？嗯，不错。给苏荷。烧麦都是糯米馅的，咱们内蒙古的是羊肉大葱的，还有猪肉菊花的呢。是吗？是呀、啊。哎呀，猪肉菊花馅是什么馅？我可没吃过。哎，我就听说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可吃好了。哎，再吃点烧麦，还有几个？吃饱了。吃饱了。不要不要。行，我送你。行。阿土啊，这。烧麦做的挺好吃，真好吃。下次给我做个糯米馅的呗。行，离得这么近，到时候你就过来呗。行，我先过去了。行行行，好嘞，慢点切啊。